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近日，演员成毅最新代言有棵树的宣传照片曝光，一张穿着绿色睡衣的照片瞬间掀起全网热议。这张宣传照中的成毅慵懒地坐在毛茸茸的沙发上，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温暖而又萌感十足的氛围，而引发粉丝讨论的焦点竟然是他那肉乎乎的屁股。这份让人想捏一把的可爱模样彻底击中了粉丝们的萌点。在这次的代言照片中，成毅一袭绿色睡衣显得舒适又温馨，他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整个人都被包裹在一种柔和的气氛中，恍惚间让人产生了一种天线宝宝的既视感。许多粉丝忍不住在社交平台上纷纷留言，成毅的屁屁也太可爱了吧，这肉感真是让人想捏一捏，天哪，我竟然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然而最引人发笑的是粉丝们的调侃，有人甚至表示果果们也太大胆了吧，居然真敢说想捏。还有粉丝自我克制的留言，虽然我也想捏，但不能这样啊，不然下次成毅连睡衣都不会给我们看了。成毅代言的有棵树本身就是一个强调自然与舒适的品牌，而此次的绿色睡衣造型似乎也在无形中贴合了这一品牌形象。成毅的清新气质与品牌的定位完美融合，这组照片一经发布立即获得了大量的转发和热议。除了粉丝们对屁屁肉乎感的调侃，大家对成毅的整体造型也是赞不绝口。成毅穿这套绿色睡衣真的好好看，太温柔了，一位粉丝激动地评论道。另一位粉丝则表示，感觉成毅和这套睡衣完美契合，不仅看着舒适，还特别萌。这已经不是成毅第一次因为代言照引发热议了，早前他多次因出色的造型与时尚感受到品牌和粉丝们的高度赞赏。无论是代言服装还是护肤品，成毅总是能凭借他的独特气质与精致外表吸引大批粉丝，而这次的睡衣照更是展现了他可爱与俏皮的一面，让人无法抗拒。在宣传照发布后的短短几小时内，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尤其是成毅屁屁肉乎乎、成毅睡衣造型成为热门关键词，粉丝们对这组照片的讨论热情丝毫没有降温的趋势。尽管这次的宣传照看似平静温馨，但实际上却暗藏了成毅与粉丝们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无论是通过造型还是互动，成毅都不断在拉近自己与果果们的距离，传递出一种真实而温暖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在粉丝间引发热潮。值得一提的是，有棵树品牌也巧妙利用了成毅的独特魅力，将产品与他的形象紧密结合。这次的代言不仅仅是在展示品牌，更是通过成毅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为产品注入了更多的情感色彩。随着这张照片的爆火，成毅与有棵树的合作也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粉丝们对未来的宣传活动充满期待，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可爱瞬间。然而正如有粉丝调侃的那样，大家要克制一点，不然下次睡衣都没得看了。无论是睡衣造型还是肉乎乎的可爱感，成毅这次的代言照无疑为粉丝们带来了又一次的视觉福利。未来他与有棵树的更多合作动向势必会成为粉丝和时尚界的共同期待。成毅最新代言的睡衣照正在持续走红，你也被这份萌感击中了吗？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